你亲眼看见的。亲眼所见啊？你想我能骗你吗？他会不会是叫冯鑫的监护权呀？不可能。你怎么这么肯定啊？看神情就不是。什么神情？很高兴，挺胸抬头的，至少很自信。如果他是需要冯鑫的监护权，国强也不会马上就同意啊。那他高兴什么呢？所以啊，圆圆，我是替你打抱不平。你说啊，这娶的新的吧，还惦着这旧的。反正要是我，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我问他。要知道是我告诉你，还被他骂死我。不说是你，公司里谁我不认识啊？谁都能跟我说。哎呦，圆圆，你还是太简单了。你说你，有时候就像个孩子似的。全新的刘小寨。谁呀？我又不舒服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别提了，王刘鼎这个混蛋拉了一屁股的屎，还得我给他擦。你说今儿下午干脆连人都找不着了。哎，慢点慢点。老公，公司里的事儿我不想听，我头晕。你又头晕了？我哪知道呀，反正就是天旋地转的，太难受了。也不收，要不咱去医院。不用了不用了，老公，只要你回来了，我看着你就好多了。在在在，老公，我现在啊就像纸扎的人一样，好像就剩半条命了。别胡说。真的，你看咱们这家人啊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太乱了。到时候我要是生了孩子，想想就头晕。过日子嘛，可不就这样？再者说，双胞胎啊，好多人想生都生不了呢。老公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前妻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我是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爸你妈整天挂在嘴边上，他们说呀。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想，咱们把冯鑫交给他妈管吧。他是亲妈，他有这责任和义务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就别操这心了啊。哎，集中精力把咱的孩子养好了啊。我先下去吃点东西，饿死了。你不都吃了才回来吗？外边都是鲍鱼鱼翅。也没我妈做的面条好，你吃不吃？我给你拿着。不恶心。睡会儿，睡会儿啊。哎，让你好好干活，你又生事儿，我不去。哎，孰轻孰重，我分得清楚。这是咱俩人生的一件大事儿，你不放点血能行？走，你看看那样品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
哎呀，不拍不拍，咱俩都什么岁数了呀？什么不拍？一定得拍。咱不但要拍结婚照，咱还拍录像，咱一样都不能少。那就不行，拍出来难看死了，就穿这个。可不就穿这个吗？现在都兴这个结婚，怎么说来着？这叫中国式那结婚文化。反正咱俩也没多高文化。拍完呢，拍完咱俩立刻全都有文化。走，啊、不拍。都是年轻人玩的，这个呢是电动机，哦，电动了。这件呢是巴黎最流行的款式。巴黎都流行，要不就这件。我啊，我还要穿这件，我把人给吓死了。吓死啥呀？巴黎圣母院都穿这个。哎，那个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不露的？就一点都不露的。我不要那种就这样领子特别低的，有高领的吗？哎，最好是中式的，你说呢？姑娘，你先回避一下，我做了条思想工作，好不好？啊，来慢慢看。我觉得中式挺好的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要相信自己，有强有力的那种自信。听，使用双节棍，呼呼呼嘿，快！哎呀，太像歌唱家了。就是黄瓜看绿豆，对上眼了呗。老话说得好，你真是说的一点都对。这两口子只要对上眼，绿豆都能变成珍珠。快，照照镜，咱们找回自信。我刚才照了，我差点没吓昏过去。不行不行，我得换一套。别困了，快换换。哎，别停着，哎，咱有对象。这小伙谁呀、啊？气质这么硬，嘚瑟完了没？过来。啊！这人生大事，我这提笼架奶的。怎么样，领导端着还是这么？扔了。快点放掉了，我难受死了。不是，这都花钱。把那口红拿出来，我给你涂一涂。不涂。你看这衣服红的。领导，小伙子，来，把我手挽上，领导。咱可得好好歇歇啊！这下啊，千万别说，多笑几次，那就亏了，是吧？一定要用心啊，专业啊！我们好好照一照，就照这一张，还得挂一辈子。什么？就拍一张？您就拍一张啊？对啊，就一张。您刚才说拍一套的。我们只拍这一张，所以说你必须得用心啊！一套有很多张，那才有选择的余地。我们不留余地，谢谢。哎，对不起，那个一套多少钱啊？6800。多少？啊，我们给您打个八折。谁说的拍一套的？不拍，就拍一张。一定笑，来笑一下，笑一下啊！来，喂，嘿，笑笑啊！好了好了，拍了拍了。哎，好，完了。这就完了？可不完了，就拍一张。那是，你刚才笑了。啊？笑了？笑好，撤。拿下。哎，刚才那张照片花了多少钱？别着急，花了300。这么贵呀？啊？抢钱呢这儿？哎呀，咱没擦烟，也没抹粉，咱没要他影集，也没让他放大，便宜了180，收了咱200。那也贵。够买一个月米的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人家都叫我周老抠，你怎么比我还抠？我不比你抠，咱怎么过日子啊？
那不得精打细算的。要不说我特有眼光，我一眼我就看了你这个好媳妇。说的一点都对。好媳妇，太有文化了。